好，咁啊，如果一向有参与嘅朋友就知道啦，我系阿 Jeff 啦，我系呢个网上读书会善养者同善大同嘅网上读书会嘅主持啦。咁另外一位主持就系 Karen 啦 ，Karen 可以介绍下自己啊？系 ，Hello。我是 Karen 啦，咁就係呢本書《善養小童成大童》嘅叫做發起人啦。咁就好多謝即係大家嚟參與呢個讀書會。我知道今次咧，好似大約都有一半嘅朋友咧係第一次嚟參加嘅，咁好歡迎你哋。Hello， I Alice。前唔總之我就係幫手嘅，大家一陣間如果有問題咧。可以舉手，咁我就會開你哋個麥，咁你哋就可以講嘢啦，咁樣咯。如果唔係咧，我就會 mute 曬你哋嘅。好，咁另外咧，我哋不如介紹埋今日有個嘉賓先啦。大家見到有一位男士都係我哋呢個背景嘅，咁啊，另一個嘉賓就係、是、大家可能成日睇開嘅 Pop Channel， 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道今日嘅嘉賓就係 Pop Channel 嘅創辦人啊 Harold， 不如講幾句啊。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 Pop Channel， 可能大家很少见我的样子，但是把声可能大家会看过我们的。他做配音的，是不是有时有人说这把声很好听啊，那是啊。好，那么大家看到真人了，是吧？ 听到声音也看。那找 Harold 的原因就看看今天我们的一章的主題，因為我們想找一個威信式的父母，是的，那麼呢，威信式的父母呢，正正就是我們講的輔助模式裡面一個我們很想建立的一種模式之下的父母，我們稱之為威信式的父母。其實很容易都會想到就是、啊、這個父母呢其實是很願意去聆聽孩子 的， 是的，很願意去放低那種我必須要孩子服從那種威權式的模式，然後願意聆聽，同時間能夠被聆聽呢，好像很多孩子的一些願望、啊、或者渴求。所以在19年前有一首歌是陳奕迅的，叫 Sherry Talk， 聽個名字其實都是、好像個孩子的渴望很清楚，是吧？就是 跟爸爸說，跟父母說，我們可不可以聊一下天、啊、這樣。在19年後呢、陳奕迅剛剛呢其實都將這個Sherry Talk 咧就重新錄製、重新編曲、重新拍咗個 MV， 而裏邊咧佢關心嘅咧係啊精神健康，係啦，精神健康嘅一啲朋友。咁所以咧呢、這個 MV 未必係完全符合我哋講 parenting， 不過大家都可以想像一下、感受一下呢首歌裏邊嘅意思啦，同埋感受一下其實如果真係喺好多壓力壓迫之下，令到精神即係出現了狀況的孩子，其實他們最需要的原來跟一般孩子一樣，都是需要被聆聽。那我們試試聽這首歌。其實情緒健康這件事呢，其實就不是只是 for 一些可能、就是、精神方面真的出了問題、出了狀況的朋友啦，其實一般我們所面對在家裏面，係嘛？即係當我哋可能用得不好的方法的時候，或者自己都未處理好的時候咧，其實即係情緒係會幾影響緊，即係成個屋企人裏面啊、親子關係啊、夫妻關係啊，或者自己對自己都有好多情緒。咁所以呢首歌好好啊，即係好簡單三個字。我以前講 Sherry Talk， 今次咧特登呢個計劃好似明顯啲係直頭講一句講法，就係陪我講，特別提翻即係歌詞裏面。咁我哋點樣去做一個威信式嘅父母，可以真係多啲聆聽，多啲陪孩子傾偈咧？咁我哋嚟緊就開始呢一個讀書會嘅呢個主題啦。好，咁我哋會首先由阿 Karen 開始讀呢一個第二十嘅章《威信式父母》。歷史證明，培養個人獨立思考能力和能在當權者應受挑戰時挺身而出，很重要。兒童需要學習遵從個人直覺，做出體貼關懷別人的行為，並作自我保護。我們需要孩子的信任，使我們作規勸時，他們相信我們是真心為他們著想，跟從我們的帶領，而沒有傷害其自尊心。
我们也要孩子学习适当地体谅他人的感受和需要。威信式教养更有效，因为它坚定有力，但并非咄咄逼人或操控。亲子间常有争端或分歧，在教养中设立界线，对孩子的安全、情绪健康及交际能力发展很重要。孩子透过清晰和务实的人际界线，学会平衡自己和别人需要。当父母因孩子的行为感到困难时，有责任清楚地让他们知道。我们成长时，父母、老师或同辈生我们的气，伴随的常是惩罚、侮辱或袭击，结果使我们把愤怒与敌意混淆，日后难以适度地表达愤怒，而又不怪责别人。我们是绝对可以生气而不怀敌意，引起孩子注意而不利用威吓或指责。大部分孩子的劣行都因情绪伤口引发，若儿童的情绪需要自年幼便得到满足，其对父母的要求会给予较亲切的回应。这个第一段呢，我想我特别见到特别想讲多少少的，就是刚刚这里 highlight 了的这一句，是吧？我们其实是可以真的生气的，同时间不怀敌意。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想特别是跟威权式家长，即是我们讲的之前关于可能社会化模式啦，或者介入模式啦，即是我们很想呢塑造孩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真的有生产力、有价值、守规矩、有礼貌等等等等的一个人。而同时间呢，很多时候孩子有些所谓即是偏离了这些期望或者达不到标准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很生气。而生气的背后呢，刚才好像这一版的上段所讲，会带来伴随的就是可能惩罚、侮辱、袭击。其实那种操控、那种羞辱，往往呢，其实我们上两章都有讲过，是吧？就是带来孩子很多可能在那刻只是一个适应地去遵从我们 set 我们定下的一些标准或者想去做到的事。这个其实就是即是威权式。所以威权式呢，其实很容易会变成一些生气之后只是表达到背后呢，其实是带来一些威吓或者指责，让孩子感到一些即是那刻其实已经可能受了一些伤害。而这些伤害往往也都是因此而导致到他有将来更加多的所谓的劣行，一些所谓恶劣行为。所以在这个位置特别我们看到，我们如果能够做到即是威信式，其实跟威权最大的分别就是我们生气，但是其实我们不一定要愣住一些所谓指责或者威吓或者惩罚在背后。因为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里面后面相信的理念，就是好像仿佛透过这些东西是能够塑造到孩子成为我们所期望的东西。这个就是社会化模式，是吧？特别会 做到这件事。而同时去到辅助模式，似乎我们就不是用这个方式去让孩子有他我们想要的一些东西。那我们看下面怎么做，好吗？透过真诚的联系，跟孩子坚定地设立界线，需要利用以我为本的表述去跟孩子对话。一个坚定的我语句能引起孩子注意，使其暂时考虑别人的感受。孩子自私和不为人着想，只因他们还没有足够成熟去视他人为真正的独立个体。透过父母敞开心怀，愿意透露自己开心、不快、脆弱等情绪，让孩子逐步理解别人的感受。有研究确认，能坦诚适度地表达愤怒的母亲，令孩子在情感上更有安全感。任何一本有关化解冲突的书籍都会告诉你，要别人为你的感受负责是会破坏人际关系的。而你阅读这类书籍，便会学到一条简单的公式，以负责的方式来表达不悦。依照当你做这些那些事情时，我感到
描述感受，而我想要的是具体表明期待见到的行为，这种形式来表达。我们跟孩子的关系也完全可以运用同样的原则，只是语言上需要简化。例子，你十几岁的女儿已经连续第三次在厨房为自己弄完点心后留下一堆没有清洗的碗碟。你说，我见到咁乱真系好嬲啊！我想见到啲碗碟整齐干净。好嗱，呢一段咧，其实就系讲紧我哋都有啲技巧、哦，有啲方法。咁呢个我哋叫做俄语句咯，英文叫 I message。咁例如呢一个啱啱 Karen 嘅示范就系我见到一啲情况，然之后表达自己好嬲，然之后亦都讲出啊，我咧其实系想。是要有啲咩事会发生嘅，就好似前面呢一度所讲啦，呢个公式系嘛，我哋只系具体表明我哋想有啲见到嘅行为改变，我感到啊。同时咧，我想 Karen 咧试下讲下一个我哋可能惯性嘅你语句，就系话我哋好容易集中咗咧，将嗰个责任咧就会指责咗对方嘅。同样情况之下 ，Karen 会点讲咧？你搞到呢度乱七八糟，你有冇搞错啊？而家快啲执翻好佢啊！你。好啦，大家系咪好熟悉啊？呢、這个系啦，咁呢个系的而且确系好熟悉大家嘅你语句，所以咧一听落嘅时候觉得诶好、哎、正常啦、啊，梗系啦，系你搞到乱七八糟，梗系你搞掂佢啦。同埋呢样嘢，我哋背后以为系真系我哋要孩子学识负责任，系嘛？会可能有一个好好嘅理由，就系、是、我哋要去负责任，所以觉得佢要搞翻掂佢咯。不过同时我哋用紧嘅沟通模式。好值得大家去商榷。透过声调和面部表情，能真实地表现出你想传达的情绪。若自我表达真诚和表里一致，孩子会对你多加关注。若你愿意聆听，孩子还可能会听从你的话，因为他们感到发声的权利受尊重。与孩子真诚地联系，代表你要为自己的情绪负责，即诚恳的表达，而不附带任何指责，或倚仗他们为我们承受烦恼。冲突解决后，跟孩子回顾检讨很重要，使交流维持在情绪上的安全范围。如头先我咁大声，你有冇吓亲啊？负责任的情绪表达必须敏感地考虑到儿童的年纪及其理解程度，跟孩子在情绪上坦诚开放的关系，令双方感到满足和幸福，并且为其发展自我身份认同奠下深厚根基。咁呢度咧就会系讲啊，我哋真系有情绪，或者我哋嗰刻真系未必用到一个适当嘅。嘅語言，但係亦都可以試下咧，即係回顧去檢討，去同翻個孩子傾嘅喎。咁呢個位咧，我就好想請阿 Alex 分享下佢自己嘅例子，好嘛？咁咧，我試過咧有一次咧，就係、是之前嗰晚咧，咁我就同老公有啲拗撬啦。咁跟住第二日咧，小朋友咧就喺屋企嗰度做實驗。咁咧，因為佢哋好中意做實驗啊。咁然後咧，但係做些實驗咧，就喺張台嗰度咧。啊！好多嘢，好多嘢，跟住咧搞到周圍都係啊，又跌曬落地啊！咁咧個重點係咧，因為我本身咧係有潔癖嘅，咁咧咁你諗下，我見到嘅時候咧，我本身咧就同老公咧又未解決喎，咁心情就唔好啦。咁又見到之後咧，火都嚟，跟住咧就又嚟，你哋班友係咪想激死我啊？一個二個咧都係咁嘅，專登咧同我作對，哼，衰人咁樣。咁跟住咧，之後咁啊冷靜翻嘅時候，我就發現其實真係唔關小朋友事，係我自己心情唔好。咁所以我就同翻小朋友講咯，即係好似賽後檢討咁，就同 sorry 啊，話俾佢聽，其實媽媽琴晚同爸爸嗌交，心情唔好，所以即係有咁大嘅反應。其實唔係佢哋即係做得唔啱啊，唔係佢哋錯，係媽媽自己處理唔到情緒。即係我自己嘅情緒，所以即係我就發脾氣咯咁。咁我發現咧，其實咧小朋友真係好窩心，佢哋真係好啊，佢哋有記仇啊。因為佢哋講完之後咧，
佢哋咧即時就會，即係佢哋即時就原諒我咯。跟住我細女咧仲大大力咁樣攬住我咧，又拍下我啊，跟住就話呵翻我啊咁樣咯。Alex 嘅呢個分享咧，其實就係佢喺嗰刻啊，之後睇翻頭先上一版咧呢段咧，其實真係咧願意去表達自己，好真誠，只可以一字咁表達自己。咁見到咧，其實孩子真係會對自己咧，即係多啲關注咯。哪怕真係已經發咗次脾氣，幾唔關佢事都好，如果能夠檢討翻係好嘅。就係、是、呢、這個孩子出自真心咁去關心我哋啊，呵翻我哋咧，其實係我真係覺得非常之好啦。咁另外一樣嘢，我哋要留意咧，就可能係我哋要避免將呢樣嘢咧變成我哋嘅目的啊、動機啊、企圖啊咁，因為可能會不自覺咧，我哋可能同伴侶之間或者我哋同其他成人之間有一啲情緒掀起嘅時候咧，我哋去揾咗細路仔做我哋嘅心理輔導員啊，去安撫我哋嘅情緒啊，咁呢個咧我哋係需要留意咯。嗯，非常好，亦都好似呢一版即係後邊所講啦，即係我哋會唔會？倚仗咗佢哋为我哋承受啲烦恼咧，系嘛？呢个都要值得留意一下。好，要向孩子展示同理心，而不是道德教诲。孩子因为得到爱和尊重，并被真诚对待而有端正行为。同理心是内在和自然而然的道德观念，非靠死记叫人跟从的抽象道德规范可比拟。帮助他们自然地为他人设想、负责任，成为有同理心的个体的最佳方法，是让他们拥有强健的自我价值和敏锐的社会认知。孩子常因其攻击行为被羞辱和惩罚，其实偶然的攻击行为是正常、平衡和健康的成长过程，可是以一场友善、满载幽默的摔角助孩子发泄其攻击欲，转移孩子的冲动，同时为潜在的冲突降温。以身作则是最有力的教学工具。儿童不会遵照我们的说话行事，却会模仿我们的行为。我们可向孩子示范我们希望他们展现的行为举止。强烈的情绪表达，包括愤怒和悲伤，是儿童调节神经系统自然的方法，同时又传达他们的需要。儿童感到受伤时会哭喊，而他们是有权利去表达他们的痛苦的。即使哭声通常让人难以忍受，但必须谨记，这是健康正常的反应，值得被关注。儿童时常因为哭喊而被羞辱，多么让人心痛。好，这段呢就讲了很多，其实我们看到孩子本身的一些特质啦，是啦。那这个也是我们如果为信息父母先讲呢，就是啊，我很想孩子有同理心，我们是一路说教在一路讲啦，定于说其实是怎样样可以给到一些真正的同理心去呢？啊，我想啊 ,Karen 又分享一下就是你的一个经验。就好多年前呢，我就特别邀请了失明人士呢就主持了几场工作坊，我就安排了一些家长和小朋友一起参加啦。大家在工作坊里面呢就听到个失明人士一个很真实的分享，例如他们生活的困难，举个例啦，即是有两个樽一样形状的，一支豉油一支醋，他點先可以分辨到邊支係邊支咧？咁佢哋喺個工作坊裏面又有教小朋友學點字啊，咁係有一個好直接嘅交流嘅。咁我就發現咧，完咗工作坊嘅時候咧，我女咧已經同失明人士咧有一種好自然嘅連結啊。因為咧試過我哋喺街就見到有一次咧，有個失明人士，佢就好似係啱啱開始學用嗰個手杖，佢就行極都行唔到直線啦，歪嚟歪斜，同埋咧佢隻手咧就係咁摸嚟摸去咧，都好似摸唔啱，佢唔知想點樣行法。咁我女嗰時見到呢個情況咧，
佢就一反常態地咧，就突然間咧就將我手上面攞住嘅嘢咧就全部搶咗過去啦，然後佢又拖埋妹妹啦，咁啊等我咧就兩手空空，然後就叫我要過去咧去幫嗰個失明人士啦，要去扶佢啊，要照顧佢啊咁。咁跟住咧，我哋就三母女咁就跟住個失明人士一齊啦，就。佢話要買麵包，我哋帶咗佢買麵包，跟住佢話要翻屋企，咁我哋又送咗佢去佢嗰棟樓嗰度啦。咁我就好感覺到咧，即係阿女對呢個失明人嘅關顧咧，係佢自發嘅。當刻咧，其實我又冇好説教式咁話，嗱，你見到失明人士，你就要去咧幫佢手，問下佢乜乜乜，即係我就冇講過呢啲嘢。但是他就很自然地去做，我相信就是因为之前有工作坊 有直接的交流是有帮助，所以我觉得这一版 slide 这里讲是帮助他们自然地为他人设想，就是一个人际关系的连结啊，这样已经可以做得到，一些经历已经可以做到，那我们是不需要用很多说话说教这样去規定他們要這樣做。非常之好。我又想講一講這一版，是啦。這裡我覺得很特別的，就是由以下就是那個攻擊行為。我們真的很快就會去壓止孩子有攻擊的行為。其實這個講很有趣，真的可能是讓他們有機會去，就是所謂不單止放電，是吧？放一放那些攻擊慾，有時要。咁我就分享一下啦。其實我中學咧，我讀一間 band 派學校。咁啊，唔知點解啲班學就好中意打交咁啊啲人。但我哋嗰啲唔係叫打交，我哋會同啲人，我哋會清楚知道嗰啲叫比武啊，係真係咧，係真係大家只係約埋，即係邊一啲好似好打啲嘅就去比武。我哋即係我自己就參與做觀眾嘅啫。但我都感受到大家真係有一種咧需要去宣泄呢方面。咁直至到我後屘睇到一套戲咧，叫《Fright Club》，我唔知道大家有幾多人睇過啊？表示一下可以。咁《Fright Club》裏邊講咗一句好正嘅説話，就係你如果冇參與過一場打鬥，其實你有幾清楚你自己咧？咁呢個都好有意思嘅嚇，即係可能啊，如果我細細個已經讓佢哋有機會去參與，而且係一種呢度所講咧，友善而滿載幽默，即係唔係一種我哋要去。打是不是一陣要去打壓呢，逢真一對牽涉一些所謂即是攻擊咁樣嘅時候。咁我覺得很有啟發性一點。好啦，最後一段呢我就想 Karen 講下喎，係咪呢一個Robin 都好似有啲嘅講法好啟示。情緒表達係啊 ,Robin Gray 呢喺我哋善養小童成大同有一啲專家入屋嗰啲短片裏面呢，佢解答家長問題嘅時候呢，佢就提到小朋友細個嘅時候咧，因為腦部發展就未成熟啦，佢哋咧喺表達情緒嘅時候咧，真係好激烈。佢哋個腦嘅嗰個區域咧，係未能夠將200V嘅電荷咧，就降壓到去20V嘅。即係我哋唔能夠期望小朋友咧，好短時間咧就冷靜落嚟，就好似冇曬事啊，好仲可以好清晰用語言去交代啊！即係我哋會好多時不自覺都話：，你唔好喊住，你講清楚，你講係咩事先？你喊我聽唔到你講乜㗎啦！咁即係我哋係會期望盡快收聲而去用言語表達，但係其實咧，小朋友係未做到呢樣嘢，佢哋即係係要咁激烈咁樣表達咗先。是學習緊調節自己個情緒咯，係需要以年為計的發展咧，先至係真係可以好像我哋成人咁樣，係可以很快就平和得到啊咁樣樣咯。所以簡單嚟講咧，就小朋友個腦咧係冇火牛嘅，係唔可以將200W咧即係轉做12W咁就啱使啱用咁樣樣咯，係啦，直接攞個200W插落去部手機就即刻爆噶啦，即係咁樣嘅意思。好。咁我哋就有最後兩段啦。有時只學習新的教養方式或技巧並不足夠，最持久和最有力的改進來自我們徹底修改我們對孩子最根深蒂固的態度。我們可以避免心理投射，根據孩子的成長階段來重新評估惡劣行為這個標籤，着实尝试了解孩子恶劣行为背后是什么，
回想作为一个孩子的感受来培养我们的同理心，最后是照顾好我们自己的情绪健康。我们可能以专制的方式对待孩子，是基于我们有需要宣泄挫败感。犯错是教养中正常的一部分，但这不是因为孩子诸多要求。其实有很多方法可疏导我们过多的愤怒。若无法解决跟孩子相处的困难，可约晤辅导员。若父母感到压力过大，主要因为一个迷思，养育孩子只需要父母二人。我们的社会严重地低估了要真正满足儿童的需求是需要有多大的精力。要避免羞辱孩子，是可以只透过分担解决，例如寻求和接受可信任的亲友和社区的实际帮助。当我们留意到自己在羞辱孩子，可视之为信号，提示我们需要得到更多的帮助。嗯，这一段我想特别看回第一版，这里写最后是照顾好我们自己的情绪健康。咁又系好似我哋啱啱开头提到情绪健康呢样嘢，父母情绪健康其实好重要。我会话可能唔系最后，而系最重要。系啦，当我哋如果有个情绪健康，我哋就会避免到真系有啲其实系一啲投射，系嘛，自己嘅投射，或者我哋会好容易咧，即系睇到即系孩子有咩恶劣行为，然之后咧，我哋就会可能咧真系用一种有敌意嘅心气去面对佢。同時呢個都提到啦，真係有好多憤怒啊等等，其實會唔會都係背後我哋自己嘅情緒咧？咁呢方面，而最重要呢一點啦，我哋會唔會有時嗰種壓力過大，係因為我哋覺得全部嘢都要自己搞掂佢，自己撐係啦？呢刻我想大家都睇到啦，我哋無論係即係好多地方啦，我哋呢度讀書會啦、善用消防平台同好多嘅活動啦，其實都係想支持家長，或者陣間我哋提到啊 Bubble Channel 係嘛，即係其實我哋好多好多資源都係睇到咧，我哋都可以試下去揾一啲支援跟啲求助嘅。好，咁啊，去到最後啦，一個總結啦，微信式教養更有效親子關係的新典範。注重联系而非控制，而联系需时练习。看似顽皮的行为符合成长阶段的行径，而强烈的情绪表达是儿童调节神经系统的自然方法。羞辱孩子是个信号，提示我们需要更多帮助。社会其实严重低估了真正满足儿童需求所需的精力。嗱，冇錯係噶，即係我哋要做到輔助式模式，其實真係要花更多嘅精力。同時，我哋要留意一下，我哋唔需要靠自己嘅實力啊。所以，當我哋真係有時真係會出情緒，會去羞辱孩子咧，記住呢個只係一個信號，係提醒我哋，我哋係時候要去揾幫手啦。同時，透過我哋真係了解，即係我哋透過可能自己嘅學習啦，了解其實我哋所謂嗰啲即係唔符合社會化標準嘅行為。其实背后其实好正常、好自然，系啦。孩子本身个神经系统亦都未能够真正可以好平静咁样去面对，所以我哋真正要学习微信式嘅教养咧，我首先要相信啦，我哋要放低背后都总系有一种控制欲，可能系啦，即系威权式就系控制，我哋去区分呢两样嘢啦。威权式其实背后系一种控制，而微信式咧，其实背后我哋最想做嘅系连结、联系。同孩子有足夠的聯繫，當然啦，呢度講得最好的一句就是我哋要學嘅，其實聯繫係需時練習，所以咧嗱，陣間咧我哋會有一個嘅調查啦，有一個 polling 啦，我哋都想大家聽一聽，你覺得嚟緊咧邊一種嘅説話，邊一句其實最幫到你同孩子建立呢個聯繫咧？做錯事唔代表你唔好，我都一樣咁錫你。你可以嬲，可以发脾气，发脾气系冇问题噶。我发脾气唔系你唔啱，系我应付唔到呢样嘢咋。我嘅意见你可以选择唔接纳噶，你做任何选择我都会尊重你。
呢个只是我的睇法，我可能是错的，你不一定要跟从。你不需要多解释，无论你说什么或者选择不说，我都会一直陪着你。好了，大家可以开始做这个调查了。咦，原来最多是最尾那个、哦、性跑出的是不需要多解释，无论你说什么或者选择不说，我都会一直陪着你、哦、真的很愿意去聆听之余，都不会逼孩子说一定要说到东西、啊、最重要就是说、啊、我一直都会陪着你。咦，如果有话失谷日日都是讲这些东西的、哦、听讲不单止是、成人了，连小朋友都懂得这样说了，已经是。我今天就请到一位真的不容易啊，当我找这个主题的时候啊，哪一个父母真的一直做着这件事的呢，这样样。咁今日咧好榮幸啦，我哋請到咧即係 Pop Channel 嘅創辦人啊 Harold 嚟到我哋呢度做嘉賓啦。咁 Harold 揮個手打個招呼先，你可以開段麥先喎，係嘛 Harold？ 好啦，咁啊，我簡單介紹下 Harold 啦，即係我都係啱啱即係同佢做準備嘅時候，我就認識多少少，我就知道咧，哦原來唔簡單嘅喎 ，Harold 以前係真係咧高薪厚職嘅金融業嚇，即係裏邊。去做到很有成績啦，同時間也都可能去到一個位置，真係發覺，咦，我是不是需要放翻一些時間或者心思去屋企人嗰度啦？咁同時咧，就係、是、會唔會都值得去看看一些其實更加有價值可以去做的事呢，咁佢就不惜放低呢份高薪厚職啦，然之後去開創咗 Bubble Channel。咁當然啦，開頭嘅時候根本就淨係喺度花錢，不斷花錢去做，亦都不惜咁樣。咁慢慢今時今日就真係做到好有成績出嚟，你都真係好多家長受惠嘅。咁所以咧，好難得啦，即係 Harold 可以即係自己都身體力行去實踐緊自己相信嘅啲教養嘅信念。咁同一時間咧，今次嘅分享咧，我就想 Harold 咧真係試下由自己嘅成長開始先，因為能夠咁著重教養，咁願意去做一個好不一樣嘅即係教養模式或者推廣嘅時候。其實會不會跟自己成長有些關係呢？所以邀請 Harold， 我們就去分享自己的成長故事先。好、在我開始講之前呢，我要澄清一下，我絕對不是一個威信式家長，千萬不要誤會大家。所以、講這件事，或者起碼都認同威信式家長先，是吧？學習起碼都、認同，但我絕對不是一個威信式家長。講死成長，我想我細個嗰陣咧，就是一個很傳統的屋企啊、學校環境長大啦。咁所以咧，我嘗試很簡單咁講咧，有一樣嘢我覺得對我很深刻，而令到我可能第一次成為爸爸之前咧，都會重新考慮，究竟我想做一個點樣嘅爸爸咧？就係、是。我哋傳統嘅家長管教嘅方式就係服從係一個美德嚟，咁但係我自己咧就由細到大可能受呢個概念咧就影響好大，咁所以或者可以講一啲我嘅經歷啦。喺我可能讀幼稚園嗰陣，講係三十幾年前嘅事啦，咁。當時有一次是、可能是一個美術堂，老師叫我畫畫，咁啊畫，咁嗰陣時應該我幼稚園可能是三四歲咁啊，咁我就畫攞唔同顏色喺度畫大圈，畫一個大爆炸，咁畫到興高采烈嘅時候咧，突然間俾人指喝：喂，你做乜咁曳啊？我叫你畫畫，你居然同我喺度搗亂，跟住。即刻好驚，然之後咧，老師又話：你睇下隔離個小朋友畫畫係咁樣畫噶嘛，畫一個太陽，要畫間屋，畫棵樹，跟住上邊咧就畫幾隻雀仔，呢啲先係畫畫。然之後咧，放學之後，佢仲將我呢啲惡行係話咗俾我媽媽聽。
咁當時咧，我個感受好深，即係咁多年都仲記得。當時我的感受咧，唔係憤怒，而係慚愧。點解慚愧？因為由細到大，我哋知道老師是對的，大人是對的。老師話：，哇，你好曳！我就覺得係喎，點解我咁曳嘅咧？點解我喺畫畫嗰陣我搗亂？雖然唔知點解係搗亂。跟住點解我唔畫太陽嘅？點解我咁曳嘅？咁嗰時，跟住老師話俾媽媽聽啦，咁跟住就自己就好唔開心啦，好慚愧，覺得自己係個壞孩子。咁我覺得呢一個觀念咧，影響係好深嘅，亦都 recall 呢一樣嘢，其實只係喺成長裏邊眾多嘅片段，其中一個小片段啫。你諗下喺屋企咁，當然做好多嘢都係。要服從父母啦，喺學校亦都一樣。學校我係一啲最傳統嘅學校嗰度翻學啦。咁啊，當然老師叫企就要企，坐就要坐，係啦，去洗手間要舉手，老師批准先至可以去。做功課嗰陣，老師 A 可能會有老師 A 嘅要求，究竟寫英文字隔唔隔行咧？啊，老師 A 要隔行，老師 B 唔隔行。如果你搞亂咗啦，就要扣分噶啦。到我哋再極端啲嘅就係到我哋考公開試會考 A level 咁樣，你都一定要根據呢個 marking scheme 去明明你識個答案，但係你唔跟佢 marking scheme 做啲 working 出嚟咧，咁都可能係扣分。所以我自己最深刻就係由細到大，直至到。可能入大學之前整個教育屋企又好，學校又好，都是一個要很強的服從性。嗯，這是一個美德嚟嘅。不過當一去到大學，我大學嗰陣係讀商科嘅，咁就完全扭轉咗啦件事。入到大學咧，全部要講求係咩？係講求創意 creativity。即係可能考試咁第一句咁，你就要。用你的想象空間去寫啲嘢出嚟啦，出嚟做嘢更加係哇！出嚟做嘢要 proactive 嘅，即係點解 proactive 即係冇 instruction， 冇 instruction 點做啊？咁即係以前老細都啲上司就會話：喂，你可唔可以積極啲啊？自己喂積極啲啊！你可唔可以俾啲 step 我啊？頭三樣 step one two three 係點樣啊？即係我直至都係可能真係出嚟社會之後先發覺原來。我由細到大係被一個咁嘅概念影響咗，咁所以當我自己做父母嗰陣咧，我就會好警惕呢樣嘢，我唔希望喺我小朋友身上邊發生。所以有陣時當然我都係一個即係、就是、一個好普通嘅家長啦。小朋友做一啲曳啊或者唔啱嘅嘢，其實我都係會嬲嘅。咁但係我都會有一個警惕，就係、是、究竟佢呢個行為。究竟是只是令到我嬲啊，定是佢一个不啱的行为，定是一个罪行呢？咁我都会提醒自己要分得很清楚咯。嗯，不如举个例子啊，小朋友有没有做嗰啲嘢令你真的哇一嗰刻就发嬲噶啦？咁样样嬲尾先至去再去谂。有嘅，每日都发生嘅，所以可以。係啦，即係講唔完咁多例子。咁但係印象比較深刻咧，就係我諗好多年前有一次，我大仔可能四歲咁樣，四歲嗰陣有一次咧，嗰陣時個妹都可能係可能一兩歲咁樣。嗯，咁咧佢就同個妹一齊喺埲牆喺個窗嗰度咧，唔知喺度做緊啲乜嘢。咁啊，見到個仔嘅動作咧，喺度畫畫畫畫畫畫，咁咧，我以為佢喺度畫埲牆，跟住咧，我就好嬲啦，咆哮咁嗌佢嘅名，喂，嗌佢嘅名，咁跟住，佢就好驚，成個定曬喺度，咁後屘發覺原來我係怪錯咗佢，佢根本唔係喺度畫緊埲牆，咁即係見到呢啲行為嗰陣，雖然我覺得畫埲牆係，就算佢真係畫嘅話。其實我都不會覺得他是不對的，不是一個罪行，不是一個錯過來的，只是他這個行為令到我很生氣，但最終原來他不是這樣做。所以其實是我想說的，就是
在日常生活里面呢不同的事呢都有可能是令到我有嬲怒的情况，不过我就会提醒自己，究竟这件事是不是一个罪行呢？是不是一个、只是他达不到我的期望，或者在、做一些我不喜欢的事情，那我有没有需要去怪责他呢？我的反应会不会伤害到他呢？或者令到他错误感，可能好像我小时候有惭愧的感觉呢？那我这些会时时刻刻去提醒自己的。而刚才刚刚就是、Harold 你分享这个经验，而同样都是画画，是吧？那很可能也都是好像那一刻、回溯翻，就是小个的时候就是乱咁画的时候被即刻呼喝被制止那一下。其实那一下很容易，有时候我们呢没错，当其时好像是一个即是受伤害 的小孩啦，也是四岁啦，讲紧系嘛。而同时间咧，喺嗰刻个仔四岁嘅时候做同样类似嘅嘢咧，可能无端端我会饰演咗一个我好习惯就系即系被指责，我饰演咗呢个指责者，系嘛？当其时即刻就觉得喂咁样系有问题嘅，因为我自细就系咁样俾人话有问题。纵然咧，其实事后谂翻咧，其实都值得去理性去探讨翻、分析翻。咁呢個亦都係好好嘅，即係起碼我哋唔係跌咗喺個經驗裏面不斷重複翻，即係細個爸爸咁樣對我，我立志唔咁樣做噶啦。但有時咧，嗰、那個孩子成長咧，又係做翻同樣嘅，同爸爸一樣嘅行為，有時會係咁嘅，即係唔自覺嘅話，咁我聽到阿 Harold 咧，就會即係比較自覺係嘛，即刻從細個經驗又好，去到做爸爸啦，就真係比較自覺一啲，縱然有情緒出現，係嘛？係咯。我自己的观念就是可能如果讲回那个事件，可能我仔三四岁的时候，其实我现在看回头，我当年只是一个得三四年经验的爸爸，其实我都是很幼、即是很幼嫩的，我是作为一个爸爸这个身份，所以、不断学习啦，不断提下自己啦，我也都、相信只要、有一个怎样讲呢，一个比较积极的心态，其实是做任何事都会进步的，包括做父母。没错。那啊 ,Harold, 你是几哪一年去，即是孩子几岁的时候创立这个 Purple Channel 的？我15年开始做的，那么那时就是是啦，小朋友5岁、3岁和0岁。哦，没错，就是刚才刚刚嗰陣時四歲嘅時候咧，都仲未嘅，係嘛？都仲係好多學習嘅過程，咁亦都會有個咁樣嘅轉變。好，關於呢方面，不如阿 Karen 你幫手去同阿 Harold 傾咧。嗯，因為我哋呢啲師奶就即係其中一個會做嘅，好似例行買餸咁樣咧，都好多時都會睇 Pop Channel 嘅片噶嘛，係我哋其中一啲精神食糧嚟嘛，可以話，所以咧我都好有興趣了解，即係呢件事好有意義啦，亦都幫到好多人啦，即係我自己一定係一個受惠者啦，已經係。咁我好想問一下 Harold， 係有乜嘢初衷令到你會不惜一切投入咁大嘅心思啊、金錢啊各樣嘢去創立呢個 Purple Channel 咧？同埋你有冇啲即係對於做呢樣嘢係咪有啲咩願景嘅咧？咁幾我諗。好多樣嘢都係一啲機緣巧合啦。嗰陣時我諗係喺第二個小朋友出世嘅時候咧，喺一個唔同階段，即係我以前從事金融業啦，而家轉咗做而家做緊嘅工作，都唔係一個一下子嘅過程嚟，都係經過一啲思想上嘅衝擊啦，一啲思考啦而去發生。一開始我諗係當我第一次。其实我第一个小朋友未出世之前咧，我就好中意睇呢啲关于 parenting 嘅书嘅，因为你谂下我经历就系、是，以前我成长可能系我自己觉得系不愉快嘅，可能系即系有一啲可能唔开心嘅事。咁当我想做爸爸嗰阵，我觉得我就要去学习点样去令到我啲小朋友有一个同我可能唔一样嘅童年啦。咁所以小朋友未出世已经好。
好好中意睇呢啲書，即係我覺得做父母係要學習。咁到第一個小朋友出世，咁當時工作係好忙啊嘛，壓力好大，咁食都要飛嚟飛去。咁我睇到嘅嘢咧，就係我係我嘅小朋友一個 role model 嚟嘅。如果我每日做嘅工作，做一啲我自己覺得厭惡嘅工作啦，冇乜意義啦，唯一繼續做就係因為睇佢嗰個，即係為咗揾錢啦，為咗揾食啦。如果我繼續做下去，我就是一個這樣的 role model。 我希不希望我小朋友是有一些在選擇工作上會有一些這樣的想法呢？那一想到這裡的時候，我就都挺清晰，我應該要作出一個轉變。所以那時候在第二個小朋友出世的時候，那就辭了之前的工作，那就去做一段時間全職爸爸啦。那也都思考究竟可能一個 second career 人生下半場應該會是怎樣呢？咁當做一個全職爸爸，我可能即係做一個全職父母啦，做得最多咧就係兩樣嘢嘅。嗰陣時就第一就係睇 parenting 嘅書啦，第二就係玩 Facebook 啦，即係當年都仲玩好多 Facebook。咁所以嗰陣時咧就有意無意就將兩樣嘢可唔可以一齊，即係將佢擺埋一齊咧？咁我又好中意。嗰陣時一開始就係可能睇完一啲書，覺得啊依啲嘢我覺得好重要，希望多啲家長知道嘅，咁啊會寫 blog 啊，寫出嚟咁擺上 Facebook， 跟住啊慢慢發覺好多人都可能有一啲正面嘅 feedback， 咁我就諗啊依樣嘢可唔可以令到更加多人去知道咧？咁咁開始就覺得啊，如果啲人不喜歡看文字的，會不會用一些畫面去轉成畫面會令多些人看，那是慢慢這樣去衍生出來的今天的 Proper Channel。 那還有願景，是不是願景是其實想做的事？我想一直以來由第一天開始到現在我們做不同的工作都是第一件事想做的，就是我們覺得做家長香港的家長是很苦的，其實是一個弱勢社群來的，是很多即係好需要一啲 support， 咁但係亦都係冇乜 support 俾呢啲家長啦。咁我希望做嘅就係我哋覺得有好多重要嘅知識概念或者唔同學習嘅需要，我覺得有好多嘢咧係需要有好多空間係可以即係呢啲知識係可以帶到俾家長。咁但係唔係咁多家長會有時間去睇一啲好悶嘅書啊，或者去。以前可能即係過來人行過嘅路啊，犯過嘅錯啊，喺一啲家長未經歷嗰陣，未睇到呢啲書，未接觸依到呢啲經歷呢啲智慧，如果有一啲方法好有效咁樣去俾到大眾嘅家長咧，咁我覺得係會幫到好多家庭，除咗幫到家長自己之外，用幫到家長佢哋要照顧嘅小朋友，佢哋嘅下一代啦。我哋想做嘅嘢就係希望將呢啲知識、智慧、經歷，可以有唔同嘅方法去接觸到多啲家長。好好有福啊！我哋即係有呢個 Pop Channel 成立咗咧，即係幫我哋慳咗好多時間，就用好簡單嘅方式睇下圖畫，咁樣又已經學咗嘢啦。咁所以即係好有意思。咁另外我留意到咧 ，Pop Channel 有時咧其實係有啲。好極端的聲音嘅喎，即係舉個例係咪啊？曾經關於喂人奶或者係喂奶粉啊，有啲題材係都惹來好多嘅爭議啊。咁當你遇到呢啲情況嘅時候，其實你會感覺係點，或者係點樣處理啊？咁咧？好坦白講，一開始第一次接觸呢個網絡世界，即係嘅時候咧，係。要時間適應嘅，即係第一次，因為可能我都會覺得，我希望做一啲嘢去將一啲有價值嘅知識資訊去俾多啲人知道啦。咁當第一次俾人去指責鬧嗰陣咧，其實係都幾難接受嘅。咁但係慢慢明白，原來依個係正常嘅現象嚟嘅，網絡世界係每日都發生嘅，俾人鬧。咁所以慢慢我哋就會去用一個唔同嘅心態去調整咯。另一方面，我哋自己覺得咧，點樣做一個家長，其實
很多人都會去討論，因為一些、究竟是這樣對這樣錯，應該這樣不應該這樣，而去有一些爭拗的。 我想即、是的，我想大家都 會經歷過不同的這些這樣 的爭論。其實我們、在我們的角度來說，怎樣做一個家長呢，其實沒有對錯之分的，打小朋友不打小朋友其實你都可以選擇，而我們覺得重要的是你作一個選擇會有什麼後果呢，對你的小朋友是怎樣呢。那我們希望做到的事就是給多些資訊、知識、經驗大家，令他作一個明智的選擇，因為最終你的選擇是自己的，而每一個選擇、其實真的沒有對錯之分。由究竟上滑梯可不可以在上那邊爬上去，這些話題直至到中學生應否談戀愛，其實這些是不會從辯論裡面辯得到對或者錯的，這些只是個人選擇。那我們做的工作就是給多些不同資訊給大家、如果你選擇這件事，其實可能會有這些地方需要知道或者考慮，可能會有這些後果，可能有這些好處，有這些不好處，另一個方法有些好處不好處。那我想我們希望做的事就是給大家多一些、資料去作決定了。嗯，我很欣賞、Harold 呢，他是即他做這件事情呢是一舉幾得的。首先呢，就自己又可以去運用自己創意開創一個他自己覺得是滿足一點的人生啦，是不是？那同時間呢又真是一個新教、俾孩子看到、我是可以自己去開創一些我認為有意思的事，我不是一定要做一些、沒有特別的熱情的工作的、這個對、即作為新教俾孩子看到也是一個很好的示範。跟著呢，他這個工作模式裡面即遇到這麼多不同極端的聲音的時候，他那種包容、接納、開放、不是計較對錯，又是一種新教來的。其實呢，即如果小朋友一直了解知道爸爸在做這件事的時候呢，其實都很有意思。即 我感覺到 Harold 是全方位所有層面是貫徹一致地去做著這個跟、人聯繫、你看有些方便你看不到而已其實或者我這樣說、我即是首先即是 Karen 很客氣，我覺得、其實我現在做的工作，如果有家長其他家長看完受惠，其實我是很開心。而很多人會覺得、即是為什麼我會做這件事呢，經過這麼多年看回頭，其實我覺得做 Papa Channel 有很多家長可能會覺得受惠，而有一個家長受惠最大，你知不知道是誰？是的，那個、就是我自己了，就是你啦。因為在這個過程，我想我都會有很多不同的體驗啦。可能之前是沒有，也都是每天去做這些工作，只是會 提醒自己做一、即更加要努力做一個更加好的家長。所以我覺得自己的受惠是最大的。嗯，沒錯。好，那剛才一開始的時候呢、Harold 就即係我叫做謙虛啦，或者真係我哋都可以講嘅係，我唔係，不過咧，想要我向往微信式嘅家長同我哋學習做緊，咁大家都係嘅，其實係嘛？咁同時間咧，一路聽嘅時候，我諗最能夠突顯到都有呢部分嘅微信式家長嘅部分咧，其實就係阿 Harold 嘅身教。咁我哋之前傾偈咧，就第一有一段都特別深刻嘅，就係、關於即係阿仔學單車那段。咁啊 ，Harold， 你個新教呢個經驗，不如同大家分享一下。好，我諗大概四歲嗰陣咧，我仔嗰時見到其他朋友可能啊識得踩兩個碌嘅單車，咁啊好想去學。咁我哋買一部單車啦，咁同佢去學踩啦。咁但係試咗幾次之後，可能即係跌親過一兩次之後咧，咁佢突然間就，下次叫他做，我不去了，不想再學了，很難。那時是的，我作為一個這麼怎麼說呢，這麼注重這個 growth mindset 成長心態的家長，就當然很生氣了。
即系就真系好想去，喂，有冇搞错啊？咁样即系咁容易放弃嘅？咁但系嗰阵时静咗落嚟，觉得咁样系冇用嘅。咁所以嗰阵时我就谂咗另外一个方法，用另一个 approach 就系、是、啊，我觉得佢觉得踩单车好难，其实我觉得系好合理的。你谂下两个辘嘅单车摆度，摆度系会跌噶嘛？咁点会可以行到咧？其实冇可能噶嘛。咁我觉得喺佢嘅角度嚟讲咁难，我觉得系应该嘅。我喺佢嘅角度觉得佢呢个谂法系正常。咁我尝试下，如果我面对呢样嘢一个好难嘅事情，我会点样做咧？咁嗰时我就谂，不如我买一部得一个辘嘅单车去学，咁我可以启发到佢啦。咁但系后屘咧，我唔知道自己做唔做到呢样嘢，亦都好难买呢个单车。我结果拣咗另外一样嘢做，就系、是。去挑战我人生第一个马拉松。咁嗰时我同个仔讲话，爸爸想去做一样嘢，就系、是、参加马拉松。咁啊，马拉松系咩咧？42公里，咁啊，即系由尖沙咀跑去青马大桥最近嗰度，然之后跑翻去铜锣湾，好难嘅，我未试过嘅。咁啊，嗰阵时我谂我都系。即系跑到可能四 K 都要跑得好辛苦，所以起步点比较低。但系我就话俾佢听，呢样嘢我好想做，想试下由未做过做唔到，试下做到，睇可唔可以。咁所以成个过程咧，我由第一日决定做，然之后每日可能送佢上校车之后，我就自己去练习，跟住到可能啲旧患复发啊，或者去唔同嘅阶段有一啲 hurdle。去克服唔到，我都會同佢去分享，話俾佢聽啊，係啊，好難。不過我哋諗下一齊有咩辦法去克服呢個 hurdle。咁每一樣嘢我都會同佢分享。咁最終喺大概六個月之後啦，咁我就完成馬拉松。咁佢就喺終點嗰度見到我去完成呢樣嘢。咁我自己覺得呢樣嘢啊，我嘅目的咧就係，因為我知道佢好快就會學識踩單車噶啦。其實佢經歷由唔識踩單車變成學識踩單車，亦都見到爸爸跑四 K 都跑唔到，能夠完成42K 呢個過程，佢就知道原來係正常嘅。做每一樣未做嘅嘢，其實都會有難度嘅，會有挫敗嘅時候。但係挫敗咗點樣做呢？可能用试下去想不同的办法，继续去尝试，都会继续去失败的，但是只要你向着目标，其实最终都是会完成。我不知道这个经历可不可以当时即刻话到俾佢听什么叫 growth mindset 啦。但是这件事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来的。为什么呢？就是以后他即系我有三个小朋友，佢哋三个小朋友以后在人生再有任何挫败嗰阵咧，我都可以攞翻嗰张相出嚟讲。嗱，你睇下，当日我都系唔得噶，咁但系只要你再去试，再谂唔同嘅方法，继续去做，无论系结果系点样，但系喺呢个经历里边，你都系会有成长，你都系会系可以做得更加好。好正喎！其实这个。头先啱讲就好似同即系做 Purple Channel 咁样样，系嘛？即系本身系有一个目标啦，即系去推广啦，即系去支持啲家长啦，同时最受惠嘅系自己。咁我觉得相信呢个经历都会系啊 ，Harry 系嘛？系啊，其实自己最终都克服咗个好大嘅困难。系啦，可能一开始嗰、那个原意就系、是、希望帮到个仔学识踩单车。但是其實原來，最終可能都是真的做到一些自己從來都以前都沒有想過自己會做這些事。是的，所以很好，有時有些人這樣說，其實即孩子，我們好像總是有一種父母的心態，就是我是要怎樣去支持他成長。其實有沒有想過有時孩子出現是來支持我們自己的成長呢？又或者很簡單說一句，就是我哋試下可唔可以試下，即係放低啊！我就係要去俾一啲嘢孩子，或者培育佢哋。定抑或我哋係可唔可以藉住孩子，我哋同孩子一齊成長咧？
其实呢个可能就系一个好好，即系个身教咧，其实自己都去体验自己同孩子。我谂嗰个联系其实就出现咗。头先我哋讲，除咗话威信式家长，除咗联系，即系除咗以身作则系嘛，身教之外，就唔好停留喺说教之外。其实点先真正同孩子联系呢？可能即系 Harold 就俾咗好好嘅示范我哋睇到喺呢个部分。所以 Harold。无论如何，我都会话，你就是一个威信式的家长，亦都好多嘢好值得大家去学习。同时，当然 ，Harold， 即系我哋嘅分享，其实都系好支持到大家，即系可以有更多嘅经验。我想问咧，我想问 Harold 话，如果你嘅小朋友系坚持系好想喺个墙嗰度画画嘅。或者佢堅持我唔要踩單車住噶啦，咁我想問下 Harry 會點樣回應啲小朋友啊？呢啲假設性嘅問題，其實我都會回答嘅。我覺得我先講，如果真係喺牆上邊畫畫，某程度上嚟講，我諗我嗰刻嘅自然反應，一個傳統嘅。家庭長大的我咁嘅一個人，對於個行為當然就好容易就會有一個先入為主的價值觀啦嘅判斷啦，就覺得啊呢樣嘢唔啱。但系咧，其實我喺網上都見過有外國有啲家長咧，見到小朋友喺牆上邊畫嗰幅畫，佢嘅做法係點咧？一幅白色嘅牆，乜都冇，雪白嘅牆，跟住畫嗰幅畫，佢哋嘅做法就係買四條框。圍住佢，咁啊變咗一個上架啦。我睇完之後咧，我都會覺得啊，即係其實畫牆點解係一件唔啱嘅事嚟嘅咧？其實只係家長接唔接受到畫牆唔係一啲破壞環境嘅事。當然，如果你用一個主觀嘅角度，你會覺得係畫得唔靚，係破壞，咁係咪咩都可以畫咧？個櫃啊、牆即係啲牀啊，全部嘢都可以畫。其實呢個我真係覺得每個人嘅判斷都可以唔同。如果係我好彩啦，我暫時冇需要面對呢個問題。但如果做呢樣嘢嘅話，我諗我都會提醒自己，究竟佢咁樣做究竟係有啲咩意義？有啲內裏有啲咩 drive 係令到佢咁樣去做嘅咧？會唔會係即係真係如果實際啲嘅操作，我唔會鼓勵佢哋畫牆，但係可能會揾一啲地方去將佢呢個需要滿足咗佢咯。好嗱，聊天室嗰度咧有問題喎，咁我就即係直接咁問出嚟啦。Harold， 你覺得自己有冇經歷過怪獸家長嘅階段？如果有嘅時候，點樣轉化？如果冇，你认为点解咧？咁你就要先定义咩叫怪兽家长先。我谂每个时候都会点样讲咧？即系会对自己嘅小朋友有 expectation， 但系当佢满足唔到嗰阵，可能自己就会有一啲心急或者有一啲焦虑。是不是會不會是這樣就是叫怪獸家長呢？如果是的話，那我這些應該是每天都會發生的。我自己覺得是當我有一些想法的時候，其實就正如你們剛才讀書會的內容一樣，其實當我有情緒，即是可能用這個例子，就當小朋友達不到我的 expectation， 令到我有情緒有焦慮的時候，其實我是會表达出来的，我是不会按住忍住不告诉小朋友，我会告诉他为什么我会告诉他我有什么感受，然后告诉他为什么我有什么感受，那我就会拿出来去跟他们谈。那而个前提是，就算是一些触怒我的东西，令到我很生气的东西，其实我都会表达，不过我想我的前提是我的表达方式不会令他们造成，即不会不希望对他们造成伤害。但是我觉得不表达，我觉得不表达是不对的。即可能我有时候，我想很久之前都会有一个阶段，就是
想好嬲发脾气嗰阵唔好发出嚟，系咪咁样咧？我发觉呢个唔系一个好嘅方法嚟嘅。我可以表达发咗将我愤怒嘅情绪表达出嚟，不过系用一个唔对佢哋有伤害嘅形式去表达出嚟咯。所以讲得好远啦。咁答翻个问题就系、是、点去经历？其实两样嘢啦。第一样嘢就系表达自己嘅情绪，第二就系、是我都好相信一样嘢叫做我哋 Popo Channel 有讲过叫 Pygmalion Effect 嘅，其实都要相信小朋友我哋自己嘅 expectation 其实受好多嘢影响啦，我哋自己嘅价值观受好多嘢影响啦，但系我哋家长唔系一定系对，不是一定对的。咁如果小朋友佢可能佢想做嘅嘢同我哋系有出入，其实某程度上要去接受佢咯，亦都系同时去相信佢咯，睇下点样去支持佢。而喺呢个过程里边，唔系代表佢哋做咩都容许去做，只系我觉得有责任就系、是、我哋家长，我哋点样谂，我哋有咩感受表达俾佢听，然之后同一时间亦都系理解佢点样谂，包容佢，信任佢。嗯，系啦，好，咁啊 ，Hera。聊天室咧都有啲問題，咁我嗰啲問題嘅形式咧就有啲似係，好似你而家係一個教養專家，之後大家即係屋企有啲狀況想你表達，不如你自己望一望，會唔會有啲地方你想回應嘅？啱有兩有兩個小朋友，哥哥兩歲，細佬十歲，細佬成日整亂糕，啊，即係哥哥同細佬，其實我哋咧。呢啲關於兄弟姊妹之間嘅關係咧，我哋 Popo Channel 成日都討論嘅。你有時間可以去買一買廣告，去呢個 popo.qa 嗰度都可以睇下。簡單啲咁講，其實我自己覺得，兄弟姊妹之間有衝突咧，係一個好正常嘅現象嚟嘅。我諗唔會有一啲兄弟姊妹係冇衝突。咁但係最重要嘅係呢啲衝突。我哋父母要確保唔好影響到個關係。譬如，如果即係好 typical 嘅例子，就係可能大同個細有衝突，咁媽媽或者爸爸如果係好慣性咁樣去怪責某一個嘅話，咁其實就會影響咗成個屋企嘅關係咯。咁我覺得用依、這個都可以，可能要講幾個鐘。咁但係簡單啲咁講，就係我覺得係有好多方法都處理到，但係我諗個大前提就係唔好去傷害到對即係唔好淨係講爸爸媽媽同小朋友，即係成個屋企嘅關係咯。咁啊希望可以幫到你頭先嗰個答案。另一題係他们是雙職父母，小朋友就五歲半，他日間有分離焦慮，會喊著想找媽媽，就想請問 Harold 怎麼處理比較好、啊哦如果五歲半有分離焦慮，我想很正常啦、啊啊、即是不是上學是雙職啦，是不是我是因為上班、我覺得呢，我成日覺得咧呢啲問題咧，即係譬如我哋 capture 咗就啊，佢分離嗰陣有問題，但係其實咧點樣去處理咧？我自己就最唔 buy 一啲即係一啲教人嘅方法就係、是、你首先要做一、二，然之後係三。其實我覺得只要父母同埋小朋友有一個關係。其實又是 recall 翻你哋頭先讀書會嗰個聯繫，其實本身你哋有一個 bonding， 你嘅親子關係好嘅話，唔好講分離焦慮，你每日一個屋企同小朋友好，同你嘅另一半都好，或者同你嘅長輩都好，都會有無限咁多問題都要去面對。如果你哋本身係有一個好 strong 嘅 bonding 嘅話，其實你哋係可以會有好多方法處理，但係我希望不要答得那麼虛，我答回那個分離焦慮的問題，其實是不需要擔心的，這個是會隨著時間去他就會適應到，但我覺得五歲半盡量給多一些安全感去，如果是要上班的，那可能是上班的時候給多一些 quality time 去，
只要满足到佢同即系需要妈妈嗰样嘢，亦都可以充分解释咗俾佢听啊。其实妈妈系去翻工噶，啊或者俾一啲 solution 去帮佢面对啊。如果你挂住妈妈，可以点样做啊？会唔会系我哋都有个以前都有个妈妈分享过就系、是、啊，佢嘅 solution 就系、是、每日 lunch time 嗰阵就同小朋友 video call， 咁结果咧佢就。佢的 solution 是这样，他的小朋友就会很欣然，妈妈你快点上班，记住 lunch 去 call， 因为他喜欢这个 video call， 所以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不过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大家即当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妈妈和小朋友是站在小朋友的角度一起、我们一起去面对这个问题，这样呢其实很多问题都会有解决的方法。Harold， 另外仲有呢一题咧，就学问系答唔到嘅，因为佢系请问你太太系咪自己育儿目标、哦？我依个我都觉得比较幸运嘅，都我哋大致上都系好接近嘅。我谂都其实真未试过有一啲喺凑小朋友上边嘅意见有好大分歧啦，所以呢个都比较好彩。我都见证过，因为同阿 Harold 太太通过一次电话嘅时候，我深深被佢嘅耐性啊、嗰种包容度啊、嗰种爱而非常之吸引我、哦。哇！呢个妈妈真系多谢你，我会转述翻俾佢。佢睇紧嘅，应该可能系嘛？唔系啊，佢应该出边同整紧啲小朋友瞓觉。系啊。仲跟住嚟緊咧，都仲有兩個問題喎、哦。嗱，呢、這個就係、是、佢話好多謝 Harold 寶貴嘅分享啦。情緒一嚟就失去理性，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向小朋友發脾氣之前點先可以控制得到咧？我都可以分享一下，因為我係一個會發脾氣嘅爸爸嚟嘅，咁。正如我頭先都有講過，我自己可能曾經試過有一段時間係嘗試去忍住唔好發脾氣，忍住唔表達嘅情緒，但係我自己覺得係後尾，即係可能我會去再去認識自己啊，睇過唔同書啊，我發覺咧有情緒唔表達咧係一個唔健康嘅現象嚟嘅，即係當一個氣球。你不斷咁泵佢，你唔去忍撳住唔發出嚟，只係唔爆住但係再爆嗰陣咧，係會爆得再大啲，再厲害啲。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有情緒係需要表達。不過我哋要做嘅就係表達情緒，用咩方式去表達？究竟係用其實又好似你哋讀書會頭先都有講過，究竟係咪需即係要避免要做嘅嘢就係去表達？而不是造成傷害，不是指責，就好像剛才你們執在廚房的例子，其實都是異曲同工之妙，我覺得就是你們廚房說喂你弄亂了，我有沒有搞錯啊，弄到亂七八糟，還是說哇我見到個廚房弄到這麼亂，我很不舒服，很生氣，我想他們乾淨一點，其實都是一個表達來的。我想这个做法是两样东西，第一是令到自己精神健康好一点，要表达出来嘛。第二我觉得、父母如果能够给小朋友看到自己的真性情，是可以帮助到他们的连结的，也都是传递一个讯息，就是给他们听有情绪不单止是可以表达出来，还要是需要表达出来，那只是个前提是用什么方式去表达，如果只是因为他做了一些事令到你很生气，你兜巴冚下去，那这些就造成伤害，就、我就觉得不好的，但是用一些不伤害他的方式去表达，就是一个很健康，其实是可以建立个关系添，甚至乎。好，我想这个我先是当暂时最后的问题先。好啊，就是他问你面对世界急速的改变，你对培育孩子的品格和能力方面有什么想法呢？品格和能力方面。
这个都可以讲几个钟嘅，其实咁尝试好简短咁样讲。如果我对小朋友有嘅，即系如果真系喺培养佢哋方面嘅能力咧，我谂我由细到大，喺我小朋友由细到大，我都唔会 focus 去建立佢哋即系学习一啲知识啊技能，因为我觉得今日有用的知识和技能可能在二十年后、四十年后，或者他们退休讲六十年后，其实应该就已经是未必有再有价值的了。而二十年、四十年后需要的技能呢，其实今天是还未有的，还不存在。所以我觉得在作为家长培养小朋友呢，就是我们我自己很信奉这个叫、就是、character education， 其实是令到小朋友有他们的 character strength， 意思是可能是很笼统地说，就是可能是、有个 growth mindset 啦，去愿意去尝试啦，对世界有好奇心啦，对一些未接触的东西去愿意去尝试，很难的去够胆去挑战自己，遇到挫敗，佢唔介意去再試，亦都唔介意去犯錯。依啲我諗有依啲咁嘅 character 係會對佢哋終身受用咯。點樣分配時間陪伴小朋友呢？係一齊嘅 quality time 啊，定係獨立每個小朋友嘅 quality time 咧？同小朋友同行，對好多人嚟講咧，就係、是、要放下家長嘅權威，係有風險嘅。你嘅看法，你嘅睇法係點咧？管教與關係。Okay.好，这个我都喜欢说。小朋友，三个小朋友是的，就是的 quality time。其实在疫情之前呢，我们屋企五个人呢，成日都有个意愿，就是每个星期呢都会有一个 date night， 或者是一个 lunch date， 就是 one-on-one 的，就可能是有时候我和太太啦。咁啊，有陣時我同大仔啦，跟住我同大女，我同細女，我哋都係會輪流咁啊，即係係啦，即係 cross over 咁樣，即係有陣時媽媽單對單，咁我帶兩個，有陣時又我帶一個，咁希望製造一啲 quality time， 因為我覺得依樣嘢係重要，其實最重要都係，我覺得係我同太太嘅，即係我諗係爸爸媽媽要製造一啲 quality time， 可能一個星期出一晚街啊，拍下拖啊，咁我覺得係好重要。咁如果能夠同到小朋友做到都就更加好啦。咁呢個其實我哋都努力緊嘅，因為都唔容易啦，特別係疫情。咁如果大家可以做到，我都會強烈建議大家去做呢樣嘢。同小朋友同我自己就一定冇喺我小朋友面前，我好唔介意自己嘅權威嘅。即係我諗我做錯事，我係會喺佢哋面前認錯。是在家裡人四個人面前認錯，我是很 comfortable 去做的，即當然也是一個身教，而我都是覺得每個人都是犯錯，犯錯了認是 很簡單，所以我不會有些事我會表達我的意願，但我不會說我說這樣就這樣，我說你就要去做，我沒有這些權威，我自己不傾向這樣做。好，最後一條了，就是问一下你有没有试过好像跟小朋友 connect 不到，不理解，或者有时自己呢很难接受到他们这样做，又找不到解决方法，有没有试过这样呢？connect 不到，我很少不明白他们怎样，究竟为什么这样做。我其实都小朋友是怎样，我想其实只要俾啲心思，应该都好容易明白。但系 connect 唔到就经常都有嘅。咁 connect 唔到，我觉得都系个原因都系自己嗰度咯。即系譬如你好忙啊，或者当日嘅思绪系啦，好凌乱啊。即系你知道香港人即系都面对好多唔同嘅压力噶嘛。咁当你自己有压力，或者睇完一啲新闻，或者因为一啲事情令到自己思绪唔平静嘅话，或者所謂的不 mindful 的話，就很難跟小朋友 connect 到咯。咁我自己做的話，我有依啲 moment 嘅，咁我的做法就是真的要自己去
想办法啦。譬如其实可能每日回到家的时候就将家里那个电话熄了 WiFi 熄了 data 去，其他人有紧要事呢就告诉他、啊、你就打给我啦。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即只要你是用一秒时间去熄了 WiFi 和 data， 那也都是早上起身、可以自己 我自己这样做就可能是送小朋友上学了，我才开回个 WiFi 和 data。 那样你和小朋友能够 connect 到那个，即你的 capacity 去 connect with 小朋友是大很多。即一个例子，因为我觉得 connect 到就是不是不明白，即不明白小朋友，我自己会提醒自己的问题是在自己那里，而不是在那个小朋友那里。嗯，好，那啊非常好啊，即这个Harold 呢個 Q&A 嘅時段，所以 Harold 試下考慮一下 Purple Channel 加一個Harold 嘅 Live Channel， 信箱答下呢啲問題嘅，大家都好好奇，好想知道。其實我哋嚟緊咧都籌備緊做一啲 podcast 咁嘅嘢，咁啊，所以大家都可以密切留意。OK， 好，咁啊，我做少回應啦。其實Harold 你嘅親身嘅真係生活裏面嘅體驗，透過大家嘅問題咧，都聽到好多。其實你真係一路都做緊，頭先好多位都好 echo 翻頭先你都講係嘛？我哋啱啱讀書會度即係提到嘅好多好多嘅重點，咁呢個都好重要。尤其是當有家長提到嗰、那個即係放下權威嘅時候，你好清晰咁講，其實根本我哋就真係要放下個權威，係嘛？因為權威咧，正正就係我哋自己成長啊！我哋嘅父母一路都係用權威呢樣嘢，亦都好著重權威呢樣嘢，而導致到咧，其實我哋嘅父母其實好少向我哋表達情感。如果大家留意到，係啦，所以我哋都可能有時會覺得難以同我哋嘅父母咧去真正嘅連結或者聯繫。其實往往咧就係一啲我哋以為好重要嘅嘢，就係、是、啊，父母跟住有權威啦。哎呀，咁樣點同佢哋玩就放低權威啊？即係其實呢個可能反映緊我哋仲係好著重緊一啲咧，我哋以往嘅模式，而導致到咧我哋唔容易真正所謂放下一啲即係以往認為一定要做嘅嘢，包括大家仲可能用緊一啲叫做管教嘅字眼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字眼。定一話係頭先啱啱所講，我哋只係需要真正正去陪伴個孩子，係啦，即係根據佢嘅性情去。起碼都有一啲嘅技能，就係頭先阿 Harold 經常講嘅 growth mindset， 真係咧唔好停咗喺啲挫敗度，每個挫敗都係我哋去成長嘅機會，我哋去學習嘅機會。咁同時咧，透過好多問題咧，我見到就係大家都好似好想請教一啲方法。剛才頭先幾個問題都問啦 ，Harold 你有咩方法啊？有咩計仔啊？可以點做啊？而同時咧，大家都試下聽下就係、是、Harold 有好幾次都提到嘅就係話，其實好多時候個問題喺自己身上，係我哋點樣去睇，我哋點樣去做，我哋咩心態。所以試一試咧，當我哋每次見到好似問題喺外邊喺孩子身上嘅時候，我哋試下轉一轉到都轉一下自己個 mindset， 會唔會試下由自己開始？因為頭先我閱讀嘅讀書會裏邊咧都提到一樣好重要嘅嘢，就係話其實聯繫係要練習，而練習咧係首先要學習，即係我哋會唔會都學習下點樣？真正正，例如在溝通上啦，頭先提到我哋可以生氣嘅，只是我哋要不懷敵意。就正如 Harold 所講，我哋係一定要有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核心，就係我哋表達情緒唔係為咗傷害孩子，唔係令到佢哋受傷害。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即係嗰種表達先真正正咧係一種真係好需要表達真實情感，而同時唔係一個發泄咯。咁所以呢一方面嘅真係需要學習。咁學習呢係真係要自己，無論可能係睇 parenting 嘅書啦，睇 couple channel 啦，搵人傾啦，甚至乎可能真係要上堂啦，即係去了解返自己背後啲情緒，可能係嚟自自己童年嘅創傷。呢、這個我哋經常關於內在小孩好多好多論述都會講到呢方面。咁如果真真正正自己有一個比較真係健康嘅情緒，我哋讲翻嗰个情绪健康啦，我谂先真正做到咧，头先啱啱我哋提到嘅所有嘢，然之后一步一步去学。
咁去到呢一度咧，我哋就好想咧邀请大家睇一条片。当一个家长、一个妈妈，嗰、那个妈妈愿意去学习、愿意去改变嘅时候咧，其实好奇妙嘅地方就系佢哋嘅仔女咧系会收到。如果有一日，大家感受一下啊，我自己都有改变，然之后我哋访问一下你嘅仔女，如果佢哋会点讲咧嗱？咁呢个妈妈咧真系做咗呢件事，访问咗佢两个女，就系话啊，即系妈妈有啲转变，你哋有啲咩想即系讲翻俾我听啊？咁咧就录咗条片俾佢，咁我哋就睇一睇呢条片好吗？咁出嚟啦。次玩咖啡粉同埋flour， 跟住之後加埋 baking soda， 有 water， 有 cocoa powder， 咁樣整到一台一地都係。跟住咧叫媽咪一直喺個房之後出嚟嗰時候，嘅 OK， 我要入去房，有自己嘅玩，你哋玩係 OK 嘅，係嘅，我係俾你嘅，但係咧我而家咧見到呢度咧好猛質，你俾少少時間係。是我的啫，是我的，不是你哋的错。你俾少少时间我休息一下，系啊，就得噶啦。咁你妈咪入到房就系咁样打个 pillow， 跟住之后我就 sorry 咁样嘅，咁跟住之后咧，妈妈就，但系我哋整，但系你哋整到咁污糟，你哋会唔会自己执噶？佢之前係乜都話污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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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乜都唔俾嘅。但係而家咧，佢就會俾我哋試下做。OK， 好，我哋可以食嘅，但係唔好食咁多啦，好唔好？因為呢啲都係唔健康嘅，不過我會俾你試嘅而家。但係之前咧，佢就哎呀唔好啦，又唔健康，食啲有機嗰啲啦。薯片又有機，跟住之後撈蓮糖又有機，朱古力又有機，乜都有機嘅。因為之前咧，媽媽就話剪短佢啦，咁長對身體唔好㗎，會啲頭髮會搶曬啲營養㗎。但係而家咧，佢就話。咁我哋唔剪，咁我哋偷薄啲頭髮，易吹啲，易乾啲。咁我哋就收一收個尾，等個尾靚啲，好唔好啊？咁佢又會俾我哋揀咯。咁跟住想試下著啲crop tops 啊嗰啲咁樣樣嘅嘢咧，咁跟住之後，如果係之前嘅媽媽嘅話咧，佢就話：哎呀唔好啦，老咁多出嚟，老咗少少出嚟，即係之前媽咪會鬧家姐噶嘛，唔俾噶嘛。不過而家媽咪就俾，不過媽咪就話小心冷親咯。我想試下咧喺出面瞓喺兩張凳夾埋一齊，咁跟住之後咧，如果係之前嘅媽媽咧，佢就會話：哎呀唔好啦，又會整親腰骨啊！又冷親啊，又瞓唔到。對唔住，我覺得好煩啊！以前嘅我。咁咧，我嗰次真係做咗啦。咁跟住之後咧，我就問媽媽，你點解會俾咁樣俾我哋俾我瞓喺嗰度嘅？咁跟住媽媽就話：咁因為你哋大個咗，自己長大一定係有自己個 own way， 所以你可以 be free 㗎咁樣啦。咁最終有冇腰骨痛啊？冇，系嘅，你妈妈系个 worry， 系废嘅我个 worry。之前嘅妈妈咧就系明明我做错咧，我喺度喊又发脾气咧，妈妈就话：咁系你自己个错啊嘛，喊乜嘢啫？咁样样嘅类似咁啦。咁但系而家嘅话咧，佢咧一定系会揽住我啊，就话 ：OK， 好，我哋谂办法做好佢啦，好唔好？咁样样噶，系啊。咁我想问，咁你哋知唔知点解妈妈而家改变咗咁多嘅？因为咧，佢 Karen 佢同 Karen 姨姨俾 Karen 姨锡够心仔够力，咁跟住之后同埋 Michelle 姨姨都有教佢个几钟咁喺度倾。我哋喺出面听嗰度听到咧。好中意妈妈。系啊，我俾妈咪倾偈，等佢可以好翻。多謝曬你哋啊！我之前都唔俾嘅，我之前咧又係好似以前嗰個媽媽咁唔俾嘅，就係話你唔可以超過一個鐘，超過一個鐘你就一個禮拜冇得傾偈咁樣。係喎，好似係喎。係啊，但係而家咧，我就話 OK 可以俾媽媽傾偈嘅。佢都有佢自己個 way 噶嘛，佢都想同朋友傾嘅，佢要依翻佢自己個心仔。同埋佢俾自己有 time， 因為佢多數嘅 time 都係幫曬我哋嘅。
哋就俾佢有自己嘅 time 做佢想做嘅嘢。哎哟，多谢你哋啊！妈妈睇到你哋好锡我。好得意啊！呢两个小朋友，最重要嘅就系咧，冇经过彩排，冇大人提议，呢两个小朋友系有一日自己话：我哋想拍下拍条片，讲下妈妈改咗啲乜嘢啊！完全系冇排演之下，就咁样好自然咁样，系自发嘅。佢哋系咧，系呢、這个就系好切合我哋今晚嘅，系佢哋自然而然地做嘅呢样嘢，系咧佢哋欣赏妈妈，所以咧想去讲出嚟。好，我哋俾掌声呢个咁愿意改变自己而得到咁大份礼物嘅妈妈就系 Alice 啦。好 ，Alice， 你点都要讲两句啊！啊，有咩感觉啊？而家公开咗你嘅一份小礼物出嚟啊！系啊，我其实好感动噶，因为真系噶，我系冇提议过小朋友咁，系佢哋咧突然间，因为佢哋近排咧想做 YouTuber， 即系想拍下片啊，成日咁，佢哋就谂一个题目。咁哎呀，妈妈变咗咁多，咁不如我哋就第一次讲咧，我哋就讲妈妈嘅改变啦。咁跟住系啊，所以你听到后面即系我揸机嘅时候，我自己都笑，因为我一路听咧，由一个第三者角度听自己即系前后嘅改变咧，原来我系咁烦嘅，即系真系hi 佢喺度啊，细嗰、那个，即系原来我系之前系咁 controlling 啊。雖然其實而家都係，即係狀態好嗰陣咪好啲咯，咁係，但係即係我覺得最緊要就係真係自己有個動力，你自己覺得需要去改嘅時候咧，小朋友係真係完全收到曬噶，同埋佢哋係真係會佢哋會用翻相同嘅嘢去對翻我咯，即係譬如我以前對佢哋係嚴厲啲嘅。或者啲嘢係操控啲嘅，好似我話之前叫啲女要如果唔知 iPad 睇多過幾耐咧，就一個禮拜冇得再睇 iPad 咁樣。咁所以我同 Karen 啊，同 Michelle 傾電話嗰陣咧，佢咪用翻呢個方法咯。你如果講電話超過一個鐘咧，你一個禮拜就唔可以講啦。咁啊，成日咧入嚟睇我究竟個電話講咗幾多分鐘啊？咁但係跟住之後咧，到佢哋我開始意識，我唔使咁樣去限住佢哋嘅，即係 free。你又用翻咁嘅方法对我喎，我咧佢话倾个几钟，其实我系最犀利咧系三四个钟嘅，咁跟住之后，但系佢哋就会用翻同样嘅方法咯，咁所以你抛啲咩出去，其实小朋友就好得意嘅，佢哋就系用翻咁样嘅方法对翻我哋咯，咁我觉得真系好值得啊，好感动啊！非常之好啊！好等你开心啊 ，Alice。系啊，如果大家真系即系认识 Alice 咧，其实呢个改变可能就系只系一年之间嘅啫。其实，所以真系家长自己要有个意识，系咪每样嘢都系啊搞唔掂朋友个小朋友有问题，我哋点有咩方法不断揾方法。其实真系要值得谂一谂，会唔会就系啊我自己可以首先做一个转变。